时间好像不够哦，对吧、啊？而且圈圈其实还收的东西其实还蛮多元的，那个食物也可以，然后你说的那个皮卡丘也可以，其实还蛮多的。这队伍真的到那边都真的都没了。可以吧？那个基本上你只要上台没有配蓝，应该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签吧。啊，你可以尝试。首先还有签书会号码的朋友，赶快回到我们现场哦。OK 啊。我们签书会快要结束喽。台北的话我不去。我们的签售会快结束了，刚刚手上有号码的朋友赶快回到现场哦。如果台中的发展不好，我觉得现金会在这里支持，有可能。可是吸引力台北还是比较有钱的，还是想要在台北有一间房子。但我家附近那里就有价值，我家离四维国小蛮近，差不多不到五分钟吧。然后旁边有太原火车站，不到三分钟，超有价值的一块地。太远了，很近啊。所以基本上我来这里有两个途径啊，我可以那个坐太原，然后到那个大庆，然后坐捷运再过，或者是直接骑家车到市，然后再直接到市政府，然后搭那个 BRT。对啊，因为我不想要坐公车，我觉得有时候坐公车哈，真的是哈。要不然坐公车还有一个途径呢，就是太原火车站坐到台中嘛。台中再转 BRT 过，也是 OK 啦，就等于说来到这里就有三个途径了。那像今天就知道会载很多东西回去，我觉得摩托车就拿出来骑啦，这一定的。你要上去了吗？现在没人喽。对啊，不给签吗？手上这个号码牌朋友赶快回来，我们签售会要结束喽。因为我看好像有人没有那个东西哈，好像一大堆，我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，对吧、啊？不晓得。对，这时候就要问。手上签书会号码牌还没回来的朋友，赶快回到现场，我们签书会马上要结束。
但是好像你上去签衣服，就周边商品大家就吵起来了，对，吵起来。我们还有手上有签收会号码牌的朋友吗？没有回来的话，我们签收让快要结束喽。赶快回到现场哦，我们最后你这个神来一笔，真的是太赞了，有没有？Yeah, okay, y'all.